Rocket English 也能成为官方语言，比英文容易1000倍的皮青语。Hello， 你们好，我是马来西亚男孩郑明彦。那我最近呢，就一直在脸书呢看到有人分享 Nas Daily 的影片，我非常喜欢他的风格。他每一天呢都会上传大约1分钟的影片来记录他旅游的大小事。他的影片跟一般的 Vlog 不同，他并不是走马看花式的介绍景点或者是美食，他会找特定的主题撰写脚本，再分镜，甚至找当地的路人来拍摄。他影片的节奏非常快，而且呢讲话特别铿锵有力，完全是符合了现代网民的择影条件。重点是他的每个影片都至少破100万点击率，好羡慕啊。而我最印象深刻的就是他介绍皮青语的影片。当我看完他的影片想要更了解皮青语的时候，才发现 YouTube 竟然完全没有皮青语的中文解说。所以今天我就做了功课，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什么是皮青语。皮青语并不是特指一种语言，只要是混杂语言我们都可以称之为皮青语。换成马来西亚人的说法就是 Rojak 语。这种情况呢很像马来西亚的巴巴娘惹族。巴巴娘惹是中国人和马来西亚当地人通婚产生出来的族群，为了方便沟通，他们自创了巴巴语，混杂了闽南语和当地语言。巴巴语我认为也是皮青语的一种。再举个例子，在巴布亚新几内亚这个国家，他们拥有几百个部落和几百种语言，他们彼此之间没有办法沟通，所以呢他们就借用英文来沟通。但是英文的语法实在是太复杂了，所以呢他们就将英文简化，发展出自己的皮青语。例如 coffee 写为 coffee， library 称为 book house， university 称为 big school。 这种语言听起来很像 broken English， 但是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的人使用它来沟通，甚至成为一些国家的官方语言。2017年 BBC 也在西非推出皮青语的新闻频道。我觉得 BBC 的这个做法非常好，它除了帮助那些不精通英文的当地人能够掌握新闻，也表现出对地方语言的重视。皮青语的出现让人省思，其实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不需要复杂的词汇或者是语法规则。学好一个语言固然重要，但方便沟通更加重要。我们不用因为我们无法精通英文而感到非常羞耻，其实只要能做到日常沟通就很好了。你本身掌握多少种语言？对皮青语又有什么看法？欢迎你留下。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就记得帮我分享以及订阅我的频道。我是马来西亚男孩郑明彦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